我的妈！Hello， 我的妈！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，我怕知道，爱夹夹，我夹夹。啊，那条龙是什么？可能是挡路用的吧。哦，哇哦！哦，他要倒数了，真棒！他在倒数呢，我又过不去了。果然是挡路用的，烂东西。还挡一半呢。这东西真的超烂的啦！等一下，盘子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他的盘子。这两个盘子吗？有三个。三个。就在我手上。我觉得我们开始乱哦，好乱哦。你不要过来啦！好乱哦，好乱哦。他丢不过去。烂透了，葡萄跟柿子，不要丢我！人家那个寿司我已经做好了，我做小黄瓜的。啊，好好好，橘子，我没有要做你的，我没有要做你的，橘子要三个，橘子丢也丢不过去。我就说那个龙丢不过去，那条龙很胖哦。靠北哦，靠北。橘子要三个，妈呀！你那个橘，我开。那葡萄，柿子有了。拿走，你就这样放在那边。柿子有了，不要推我走，有病哦。迷路，你拿葡萄，你都不拿那个盘子，你要怎么？你放下来，那是我的，你给我。盘子都不拿，你想干嘛？盘子给你啊。橘子、葡萄，这就是柿子跟橘子。下面都有，下面都有。谁把橘子放在旁边弄？哇，切啊！有了，切了。对不起。切了，都切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橘子。哄我。放。叫过，好，小黄瓜了，但是啊，你怎么放在饭上面？哎呦，什么锅？柿子，好，哎。哎，快点，再拿一个！不行！不行，少一个柿子，来不及。算了啦！我想要直接先冲第二个，反正没 combo 也没关系。算了啦，没关系，我过啦。要脚要蒸，还要跑一边去才能蒸啊！真是好玩呢、啊，连那个图都拉那么大，哇塞！我干！米露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米露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你还按跟你老师嘞？我不过去了，你们这群人。哎，有龙啊！还有龙啊！在玩呢，冰鸟。在玩呢，冰鸟。哦，我就不去。重来啦！刚刚玩一玩，那个时间少了很多啊。没有，这是研究关卡，先知道他要干嘛。是，要让我下去嘛？我知道，研究怎么让我上下去嘛？我只干你老师嘞！你不是要装逼吗？是。没有。好笑。对不对？先把那个东西丢地上，先把东西丢地上。
好，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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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离开。要一个鱼，一个鱼，鱼，那个、鱼要蒸，鱼要蒸。算了，先把东西全部切一切啊。放进去，放进去里面搅，放进去里面搅。麋鹿，你不要拿着那个萝卜，你不放进去，你是干嘛啦？我还没切啊。你还没切是，还没切是要干嘛？胡萝卜跑去哪里？啊，是拿来切啊，又不是我。看，你不拿来切，你是拿来干嘛？我真的要拿来切啊！阿干，还差一个肉的，还差一份肉的，肉的还没搅。这里有肉饼，这里有肉饼。你快点搅，搅完之后就按按钮了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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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蒸。先拿胡萝卜的吧。我已经不好意思把肉的放上去了。为什么来？雷耶！可以啦。可以再拿东西了吧？雷耶！拿起那个肉。放上去，放上去。这老公不要再等我了。救我哥！救我哥！救我哥！为什么这个烂东西没有切啦？我怎么这只老铁在这里啦？他过不去，他没有路桥过不去。靠背啊！真棒！真棒！阿牛，等一下，面粉在。一直被关在关起来的路，他被有一只被关起来的路，送你啊！他被有一只被关起来的路，哎呦，肉快熟了。好烂啊！可是肉还没搅呢，还没搅呢，可以再按一下吗？按钮。就是我说那个锅子呢，我说，跟我说，你干嘛？哎呀喂呀！啊！阿和，我按的，不是，下一个是又快没了，又那个快过时间了。我只是想要去洗盘子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再不出货就过时间了，红色了哦。你再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阿和上面有鱼，阿和上面有鱼。我看到，我在跑了。把阿和关起来。不对。我觉得是要有一个人是在里面看那个炉子的，要有一个人在后面那边搅东西，这个是对的。先去外面，好了。放我出去。龙啦，龙过去要时间啦。龙过的时候还不能弄。鱼线，不行了。就看胡萝卜那个能不能过我吧。胡萝卜第一个应该是可以，第二个不行。600多。600多应该不够吧？不行，差一点。差17。不能第三次。然后这里是出去了。哦，所以免费 DLC 就五关而已，我们就玩那个了。哦。里边五关哦，哇哦，这好像很简单呢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奇怪的东西呢。不要立 flag， 进去看着。你那个 flag 有点高，进去看就知道了。我已经卡 flag 了，怎样？没有了，水果拼盘而已嘛。我不是啊，这个东西挡住了。
我那个是我们丢过去而已呀，丢过去而已了，简单啊，快点，两个人切了，两个人切，一个人丢就好了。这个现在要四个人的，一个人丢，然后装盘，然后帮忙切的。水蜜桃，干，啊干你老师啊！他还会画呢。我就知道，有一水蜜桃啦，水蜜桃啦，水蜜桃啦，不要再丢那个啦。干你老师为什么是盘子啊？谁把盘子放这里了？是智障吗？你是智障吗？把盘子放里面？为什么？你这个智障，你这个智障，为什么把盘子放这里了？盘子没了啦！盘子还剩两个。你放的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你给我回来。为什么要把盘子放里面？你说话、啊！不要玩了啦！不要闹了啦！臭沙回啦！你说话、啊！为什么要把盘子放里面？你把盘子放玩，我不懂。出来讲，为什么你要把盘子放在那边？出来讲！啊！真的气耶！怎么这么多葡萄啊？你丢过来的，你问我？不是我丢的。小帅啊，我不是红色的。哦，是迷路丢的，迷路，迷路，干死了！我要流程啊！来，给你流程。拿啊！干！整根葡萄啦，整根葡萄啦！干！哦不不不不不！哎，有一个切好的葡萄没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盘子，干！没有人洗。有成，拿给你，我救到了，哈哈。葡萄少了三个，不要把葡萄放在我面前了，看你老师，生气不要马上，要机智，要机智，气死！我在拿七水蜜桃，然后有人把那个放在我面前，不，我没有救到，没有救到，傻眼了，恭喜，嘻。没关系，
快拿快拿！葡萄下面有外面，不不不，沙小，等一下，水蜜桃，水蜜桃，你面前那个就是水蜜桃。葡萄了。啊，对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应该够了吧？够了啦，一千多嘞。那不是一千二吗 ？What？ What？ 哎呦，龙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What the fuck？ 我突然发现我忘记换那个厨师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换厨师。一千二啊，一千二啊，那我们还差一盘是两盘，还是一盘吧？好了，应该不止一盘吧？至少两盘。两盘了，那就两盘了。反正应该不止一盘。没有，一个负责洗碗跟出餐，然后另外一个负责，两个人负责丢东西跟切就好了。我上上面，我上面，我上下面。不要管我在干嘛，你先丢你的，你先丢你的，我先把东西放好。要等一下，我可以拿材料直接拿。哎，不要拿我桌上的材料，不要拿我桌上的，拿地下的，不要拿桌上的，桌上那个是我放好了。我没有拿桌上的，不要拿，不要拿我拿地上的，我拿地上的。嘿，就拿。因为我这样子，我都可以在这里切了。他还没计时，他还没计时，他还没计时，他还没计时。白痴，那我们急什么啦？白痴哦！你干嘛要丢我？你们在干嘛啦？他丢我！啊，不是，他不急是不是？早点说！我刚刚在看到啊！你也怕嘞？白痴！你丢我干什么啦？又不是我弄的，奇怪了。奇怪呢。他是不会早点说，我刚才看到哦。等一下，葡萄太多了，不要再切了。够了啦，够了啦，好多葡萄啊！不要再葡萄了啦，你多喜欢吃葡萄啊！你给我吃掉啊！你给我吃掉它。每种材料各三个，每种材料各三个。这里放芒果，上面是橘子。不要放葡萄在这里。这里面水果山呢？你丢我看什么啦？这里面水果山了啦！等一下，中间这里不要放橘子，橘子放上面，这里全部放那个这个。那、你融进去以后，它不就没了？啊？我说这有三个啊，怎么没了？哪里没了？哦，这里有三个啊，然后这里放三个，那边也放三个啊，然后中间放这里，然后中间就放我们要的东西啊。为什么要盘子放这里啦、啊？盘子不要放中间了、啊，这里放素材的，这里是出货的，这里是葡萄的吗？啊还没开始计时就可以开始废了，就可以开始废了。等一下哦，葡萄好像有点太多年柳橙呢。有啊，这上面我就说上面放柳橙嘛。原来四个，剩下全部都不是柳橙。我就说这里谁放葡萄？是这里啊，看我还有什么鬼？什么鬼都有，是怎样了、啊？上面是橘子，我说橘子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拿下来。这里就好了，你看多棒！靠背，可以出餐了没？不行，啊不行，等一下，这里是楼层，这里是层，这里是层。为什么又有葡萄？我不知道，我捡到葡萄，我捡到葡萄。哎，不要。拿走我的，那是我的，放下，放下，乖。傻笑，谁跟你乖？你走开。你看嘛，这里都可以放九个了，你看。
可以放那么多。三个被遮住。你看可以放那么多。哎、欸，它尾巴好可爱哦，镜子你看。真的很可爱。你也。你看一下哦，葡萄九个，楼层十个，芒桃子八个。那个、是桃子还是桃子？桃子，桃子，它是水蜜桃。没关系的，出餐。这个，洗盘子不要再看，不要再看了，洗盘子，洗盘子，洗不到，洗不到，okay, 好了，洗到了。走开啊！你走开啊！哎，干什么啦？哎，你怎么吃我的盘子了？我的盘子怎么不见了？哪来的盘子？你在看？你看错了，肯定是你看错了。哎，放下，放在中间就好， yeah. 放在中间就好。你盘子洗好，放中间就好。两边会有人来放东西的，不用自己拿，要自己拿。等一下，要切东西的，要切的。哎，不要，没了。啊啊啊！迷路，葡萄，桃子。桃子，这里，你看，放下，行不行？为什么不出餐？为什么不出餐？我桃子有啊，出餐，不要看了，出餐，哎、欸，我都有放。你都救我过，你不要出餐就不要再救我过。我在看出到什么鬼东西。哈哈哈！桃子，帮我去洗桃子。看你切。啊，没关系，也过，够了啦。